我自己做这个大虾鸡爪煲。 鸡爪适合边追剧边吃，味道很成功。鱼豆腐。 真的很好吃。 上次那个虾的刺戳牙里去了，流了好多血，吃了一点，就这个尖尖。 一下戳我牙花子里面去了。 这个菜真的很好吃。
我觉得这个鸡爪不适合录段子，适合追剧。实在不行，鸡爪我就留下来，待会儿慢慢吃吧。 真的很香。 蒜香让常青妈妈，这次买的全都是蒜香的，蛮好吃的。
我现在真的吃不够。 剁椒版的糖醋炸蛋和火腿汤饭。 巨好吃。